我叫摩根，是一名猎人。没错，我又来繁野了。对面的野味是兰陵王，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掠夺他资源的机会，否则他发育起来，队友就会非常难受。安稳拿红，兰陵王看来是蓝开，自家红区也没被项羽入侵，估计是想一块去了。这是什么操作？兰陵王慢了一步，刚到红区，看到红没了还不赶紧跑，有点自信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直接黏住给他一套圈踢，一血稳拿。回头一看，项羽、妲己和虞姬全部赶来了。不过我和小猫二人并不怂他们，直接开干。完了，变成走地鸡了。虽然输出能力大打折扣，不过不能坐以待毙，继续输出。我已经阵亡，小猫的血量有点危险了。面对即将射出的致命弓箭，一击石化了虞姬，闪现金槽脱离视野，虞姬再次跟进，小猫一套二连极限击杀，这不太秀了，必须给他打个666啊。我和小猫一起抓人拿龙，敌人支援速度也是极快，打了个平手。不过在经济等级上面还是有小幅度优势的。高渐离来下路帮忙推塔，兰陵王刚到就把二号秒杀了。后方还赶来一个吕布，剩下高渐离一个，我得赶紧支援，直接开启加速俯冲，优先击杀兰陵王。高渐离被吕布打成丝血，还好逃入了塔下，留住了一条命。被威胁到的人都有一个惯性，那就是往安全的地方走。不过仅仅五级的他也没有了逃生技能，只能被我们两人打死。妲己从后方支援赶来，不知道这是什么见鬼的操作，刚才击杀我的时候可是挺极限的，现在直接冲脸，可能是刺客出身，可以理解。继续拿龙稳住优势，既然是顺风，那就乘胜追击，和队友一起入侵敌方野区，势如破竹，一举击杀敌方三人。在这个时候依然不能松懈，不能自大，尽快分析战局。此时对面想翻盘，想挽回局面，就要拼命发育，即使是一个小兵都不可能错过，直接进攻敌方蓝区绝对有好处可以拿。不过我头上的感叹号一直在闪，我就把后背给你，无所畏惧，别忘了我是可以免控的，没有沉住气就是他爆炸的原因。此时没有发育空间，这个兰陵王思路绝对很乱，满脑子只有发育一件事，抓人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想法。我来下路推进兵线，保证三路兵线都处于优势状态，然后我再去拿条大龙，一波结束对面，岂不是美哉？然后我被人头吸引住了，冲向妲己，一套直接带走。看项羽的路线是不想丢掉防御塔，也赶了过来，头上感叹号让我惊喜了一下。不过看飞镖的飞行轨迹，他的二三技能应该都空了，你这个预判牛批。剩下一个项羽想凭着自身的坦度和我硬刚一下，不过不好意思，与生俱来的流血速度会让你完全扛不住，状态没了，回去把大龙和小龙全部拿下，万事俱备，队友齐全，准备结束战斗吧。我们一路推到高地，双方两个前排优先都被击杀，我找准机会直接冲向虞姬面前，他闪现后撤，我只能攻击面前敌人，疯狂圈踢吕布，一个妲己也没了技能，也被我几下啄死，血量非常危险，赶紧后撤。不过我方射手应该是想一波对面，不过大兄弟好歹先把塔点了呀，这死得太不值了。再次来到中路，我们凭着巨幅的优势直接开战碾压对面，几乎没有什么难度，直接轻松将对手团灭。反手看了一下经济，相差深远，有点意外，过分的打压经济效果还不错，最起码队友并没有被兰陵王照顾几次。大家可以尝试用走地鸡这么打，上分神器哦。我叫摩根，是一名猎人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